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相约沧海高尔夫球场、yeah. 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浪漫骑行，每组搭档选择一个骑手进行自行车慢骑比赛，任何一人在脚不落地的前提下比骑手晚到达终点，就算挑战成功。是环什么骑过？我就环西湖骑一下。环西湖，那您骑快好还是骑慢的好？嗯，骑慢的好，骑慢的好。嗯，快，骑慢的好。啊，好，没事。没事。我们这么年轻，我们要跟年轻人。年纪小嘛，所以要挑战一下。接下来，小鹿和小迪进行挑战。哦，但我懵了，我就跟他说两句话。尽全力，因为其实到达第一的人肯定是最棒的。你看现在这个年头，这个逻辑，骑慢自行车没什么好炫耀的，第一个到了多好，对不对？加油，到我们了，走吧。加油，干嘛？小迪，你是用美人计诱惑他吗？我就叫小迪就好了，你千万不要背叛我了。本队挑战，三、二、一。Hear the crowd go. 哦，小鹿可以，哎，他挺快的。哎呀，我应该挑战他。他很快啊，他快，他快。呀，哦，小迪，哦，小迪，小迪，出发点还不到一米啊。小迪是最短的女人，起步就死。我去跟他说两句。加油啊，加油加油。哎，你要加快了，真的，你都要输给他了。哎，真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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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哎，其实也不能让小鹿获胜是吧？小鹿，小鹿，哎，小鹿。 I got a good good I got a good good I got a good good。 不要说话，你真的要输给他了，小石同学。哦，厉害啊。哎呀！哎，不能加油，你出来啊！我没有干扰啊，我在。小石这么走，小石这么走，加油！加油，快一点呐，小鹿，加油！小石同学，加油！快点了，小石同学，快点，小石同学到终点了，小石同学到终点了。哎。继续战术。大家跑！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将影子推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我们队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认识吗？为什么认识？什么关系呢？你们认识吗？你们之间合作过。你等一下，你先拉个弓，你说你不会骗我，你保证拉弓上了100遍不许变，谁骗人谁长不到1.83米，行吗？不行。盖章，你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我可以往前面这边会倒。还找镜头这个人，必须得找。镜头在那边。小白，你快一点啊！方向有歪，哥，方向不对。我这个坏了，那个会漏水，那个盒子里面。不是，但是这个承受力还挺大的，我能感受。这一风给我们吹回来了。掉头掉头，我们去哪儿？别让他们发现，这车可以。哎呀，这车可以。确实只剩下135。赶紧使劲往前推吧。哎，这可以这样吗？推吧，他们的上来，快。你看他们下来了。哎呀，我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没有下来，我现在。他们耍赖。我的脚是个茧。
觉得这个人太可恨了。现在给星星的主人颁奖，我们的星星。呸！我不颁。去！谁呀？张一山，你要扔我是不是？看我出来怎么搞死你！我的好日子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吧？缺血吧你？了吧？看看人家那嗓音，你再瞧瞧你。谁愿意先进谁进，那你就进吧，去吧，选你呗。我不愿意啊，关键是。那你这么多废话干嘛？关键是我不愿意啊，对吧？今天当个闹，今天更当了闹。怎么，你这是铃铛啊，叮了当啷的。好想你，好想。哎，歇会儿吧，你回来吧，抬到你天都亮了。我的问题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这首歌叫的好想你，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，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你。疯了吧？好想你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不过杨子还可以啊，黑色，因为他腿短，杨子，腿短胳膊短就好穿一些，你知道吧？你再说话，老师他不能老耽误队员。那然后脑袋还大，能咳，正好把那个帽子给咳住。老师他老说话。夏龙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啊！啊！对，别死别，恭喜恭喜！我一直是第一。我有一个节目，我推荐张一山来表演。他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跳舞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哎，我看他有一首好汉歌也还不错。请吧，好汉。怎么行了？不是好汉歌，唱给好汉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来，我上过去了，上过去了。三来一个杨，那你能一起唱？我好朋友，你陪我一起唱行吗？对，你这样我不能在旁边给你。那你再有点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大家一起吧。我给你拍节奏。哥想从来预备啊，走。大哥想走了啊，天上星星参北斗啊，哎参北斗啊，想尊重让一杯酒。我的目标一生。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嘿闯九州，嘿呀呀嘿，你这特别像在遛狗，我感觉。那你要表演的，谢谢。那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我要真让你上这里边游泳去，而且还得游蝶泳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狠心的话，我就去。哇，你挺厉害呀！那怎么样？牛都会吹啊！那就真心话大冒险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就先大冒险。我来想吧。哎，或者让他从这儿游蛙泳游到那边。游蛙泳我行，来我看看你怎么游，我看看。先跳水，然后自由游，挖不过去了，没要了。哎呀，游泳，哎，这是什么泳？这个是自由泳。狗爬式。好了。你们要好好竞争哦，机会只有一次哦，看好你们哦。好，来吧。哎，厉害。
都能上前推，上前推。喂，哎，私下怎样？我们私下说，现在在录影，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剪掉，剪掉，好好，我明白。剪掉啊，这一段。积极一点。不要不要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成一个女人可以吗？你积极点，记得给他点面子，好吧？啊！比心。高能少年团，高能少年团。够了，我俩够了。站起来，回去。我摸你了，用脚，不能用脚，只能用手。那你要说所有人过去亲你一口才算，那这游戏该怎么玩？你再说一句话，我掐死你，行不行？我永远不可能让你成为我的队员的。没事，你们都没事，现在开始啊。你们都没事。battle 中学生广播体操，五度青春，现在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爱了你，就是叫我比黑鸭的冬天猫给我全部离开。再一个，爱你没有了，动作循环了，没有，再来。放开记事课本，答案就是自己找的。为了更好，快说，让我来唱。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唱入 old school show you raise the wall。我永远在线后面，哪里无情哪里无情哪里无情，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，我就算再怎么无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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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怎么无理取闹，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更无理取闹。好，恭喜您回答正确。你这咋的了？这不行了啊！这我跟你说，今天的追击战我就只能这么跑。这是啥呀？看不清那个。雪白亭，雪白亭。进去之前先放静电哦，按三秒，响了以后再走。把咱俩电放一下，让咱俩离远点。咱俩离远点，要不然总产生火花。是我传给你的感应，你接收到了吗？你给我一边去。好了，我明了。第一次作为队长带领我们的战队获得了胜利，咱们三个的努力真是啊，真的是特别不容易，特别不容易，三个真的能把他带赢，真是。我还在保你，你不能对啊这么快就那什么。守护白敬亭，我守护的也是你，那咱俩就彼此守护，走到最后。一天可能攻击的是我，关键现在完了，我有点演的不太像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了。因为你太明显了，你。我为什么这么直接呢？总是我就不能活得高深一点吗？藏的人看不透一点。大哥，你不会不要把背太高了，是不是？你让我下了点，大步的往前走，没关系。
你这走你的，哎呀，差点碰着，对，走，走，你们省点力行吗？走，来，挑战开始，计时开始。一秒，十二秒，来，开始挑战。两秒，一秒，还没开始啊！两秒，一秒，多少豆？一个，一个啊！要了，赢了就不用，赢了就不用。里边凉快，我就往里边请，这边里边凉。你这凉快吗？你这凉快吗？凉快了。如果你赢了我一个啊，如果我赢了你三个，不可能，太多了。刚才我一天六个豆走的，你念了对了。不可能啊！我们先拿十个豆把胡一天换回来。不要，胡一天肯定好。为什么一天？胡一天就值六个豆呢，对不对？我那个微博给我取关一下魏大勋，给我取关一下魏大勋。不要，选他，也不能互换。你别跟我客气，跟我客气啥？跟我俩客气啥呀？过年当给孩子的不行吗？我没有孩子。不是给你的，给孩子的，一片心意，一点心意啊。给我拿回来，给我拿回来。你不给孩子吗？给我拿。我找找我孩子呗。啊？给我拿回来。找找孩子呗。开玩笑呢？谁给你开玩笑？大过年真效果？效果？哪有效果？现在弹幕上写的都是没有效果。哇，这一天弹幕。我去别的点验证啊，但是我怕他们觉得信息不共享，以后觉得我是星主怎么办？会吗？你怎么这么多话？今天我天哪，你不是星主都奇了怪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说我就把你的所有逻辑都给你推出来，不投你都不行。推，真是我这还给你支个呢，什么南山南，还说不？不说了。我觉得先是一天，可是这么早就让一天出局吗？我有点于心不忍。我也是。可是你还是拍了他。我是为了保护你大哥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一天这儿呢，咱这儿呢。你还说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啥人呢？谁叫我？这儿楼上乐哥。你说跳下来，我原谅你。爱你么么哒。哎，跳下来没事的，你看，都是小白，跟我没关系。真的，我回头跟你好好讲这故事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哎，一天，在都是你惹的祸，都是你的，这些你下手吧，我不玩了。最后差多一点。哎，蜘蛛啊！蜘蛛啊！你们是不是讲过怕虫，又给你们放了虫？走开！这害怕吗？这么假？这个呢？哇！吓人吗？走开！你还没搞是不啦？哇！我不睁开眼睛，进去之前塞进去。你看，不是，你看他挖完这两排了，就是他们从这两排里边拿走了五对，所以说他们一会儿填的话，一定会在这两排里边再填五对一样的东西在里边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挖这两排的话，是一定有五对出来。你真聪明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呀，他们好背啊，一个。不聊，我这王可聊了。
哎呦，偶啊偶，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挖到了偶。啊！对啊！对啊！啊！肯定是，肯定是小明。啊！不玩这游戏。洋葱，老娘不敢开了，我已经不敢开了，后来。哎呀，玉米都吓得那个样子。萝卜，你赶紧过去。零八七，可能吗？土豆，土豆。四三二一，好，赢！好，赢！好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可以了。你刚才被什么东西吓到了？无知无功。哎呦。拿着筐跟着走啊！不可以拿筐，他没说，说了。这要要憋气，看这是他在干嘛？埋。不可以拿筐吗？不可以拿筐，拿什么筐？拿筐，拿筐。你们不能对我们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我们怎么可能？准备，三。白菜、玉米、还有洋葱，把蜈蚣放在上去，放在耳朵边上。哎，对对对，看不到，他睁开眼睛没用。唱点那种关于虫的歌，让他害怕，好不好？蚂蚁呀嘿。什么？啊啊！好，我觉得我起码可以憋，还再可以憋四十秒的。因为你听到了什么声音？蚂蚁呀，蚂蚁呀！你蚂蚁呀嘿就开始了，那么早的。这俩都给打出来了。嗯。你把这三个挖开，肯定就是虫子了。哦，土豆。准备，三。开始，你拿那个，我来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妈妈！妈！哦我去！你也太快！拿到了吗？走，拿到了青瓜，拿到一段，可以了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接下来的游戏规则是无尽空，抢数字的游戏。哎呀，依次按照顺序来抢数字，如果两个人同时站立报出同一个数字，那必须快速准确读出对方的名字，如果说念错的人就算失败，如果三个人的话，你可以任意指对方两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，每个人给自己取一个临时用的名字。韩东君的习惯，喜欢睡觉抱人。我是韩东君，我睡觉抱人没有你这么屌。这床太短了，还给不给饭吃啊？给不给饭吃啊？你是谁？非常像杨洋。思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志颖。韩东君。功夫强，功夫强。小志哥。大家好，范明。我有。这个一脚差点把我踹成林哥吧。功夫强。啊，我希望上了哈，小花客，韩星来哈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一，开始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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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，我跟你说了，皇上，谁？
那你们五个人继续玩。我要继续吗？你不用继续了，继续看着啊。来准备，睡好了。好，就拼伞，我就拼伞。对，车上稍微侧一点点，侧一点点吧。对，稍侧一点，侧一点。准来，准备。第二轮挑战，先读啊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一二，你有证？证明你们还是要的。好，放下了。我还有一方思想。我还有一方思想。你是谁？杨洋，杨洋。准备，开始。一，很多彩蛋灯。一，很多彩蛋灯。第一轮林志颖获胜，他享受豪华早餐。注意听啊！再来一个，换人，换名字。要换吗？当然要换，不是记住了吗？那你自己来定。对，太熟了嘛。我是孙杨。我是韩龙军，我是郭富城，我是华少，你是范冰。好了，准备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换了名字，改不过来了，好像突然好像是你说要改的。来，你华少，韩龙军，韩龙军，我好难念他那个话的时候，可以了，好，来准备三。三二一，一。那个范明，杜明，范明，对，范，范，哎呀，我觉得成哥玩这个游戏有点吃亏，这也不太适合我。其余四个人准备，这个游戏不太适合我。三二一，一二一二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来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再见。再见。叫什么？叫华少啊。哦。来，三个人哈，准备。等等，三、二、一。一。一。华少，公孙。华少，公孙。你们俩抢是吧？反正我肯定过。喊错了。好，公孙。思阳喊错了。你们两个猜拳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就是一二三，啊，我那我输了。哦，哎，两局同样淘汰啊！嘿，一石头剪刀布，走。为什么？哇，你是属螃蟹的，豪华早餐竞争者华少。每个人再报一遍，每个人再报一遍。孙杨，郭富城，范明老师，我是韩东君。准备。记不住啊！你是谁？韩东君。韩东君啊，听明白了吧？不太，等一下。他记住了。记住，他是范明，我是孙杨。我是孙杨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郭富城，你是谁？孙杨，韩东君是吧？什么我韩东君，我范明，孙杨，范明，完了，孙杨，范明，郭富城，孙杨，你是谁？我孙杨，你是谁？我孙杨，我是范明，你是范明，郭富城，杨洋，我搞定，不是杨洋，这叫勋杨，勋，西微勋，西微勋，他是平行。孙吧，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乱了，范明，来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来准备，郭富城，孙杨，哎，不要说，来准备，一，哇，你是谁？韩东君。哇，郭富城，我是郭富城，你做的很好啊。郭富城很难再进到第二轮了。我还是韩东君。来准备，别着急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范明。你怎么叫范明了？我请求导演报个名字好吧。孙杨，我是孙杨。孙杨，我是孙杨。孙杨，我是谁？孙杨。我是谁？
我是谁？韩东君。好，我记忆恢复了。你谁啊？我孙杨。孙杨，你。你是华少，你是华少。我郭富城瞎编。对。华少。没有。你太坏了。华少。他记不住了。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喊一，那么二三直接跳起来叫对方的名字。好的，准备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OK， 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，韩东君，韩东君。没有，要重叠。只有一个人喊一，那么二三直接跳起来叫对方的名字。好的，准备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听懂，我普通话不准。刚才我明白了，你说明白了。没有听懂，没有，我没听懂，没听懂。已经说了，已经说了，没听懂。没有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韩东君赢了以后，因为三个人已经诞生了嘛。那我这个一我白说呀？对，不讲理的。我一没毛病的。没有没有，对不起，范老师，对你们俩说剪刀布啊，来，石头剪刀布二缺一啊。石头剪刀布二缺一，石头剪刀布二缺一。哇，这个很难，哇，这个很难。一二三。哎，你这怎么变啊？变我变了。你变不能变，不能变，不能变啊！他没变。哦，我不。每次都打滑，太滑了。你笑，你笑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不好意思，我同意。太滑了，气死你！太滑了。准备，石头剪刀布，收。哎，这个没办法了，明哥，这一局坏，好孩子，你自己耍赖，滑到我倒不说个说，还要说我是坏人。你给你吃，需要勉励。冬牛呀，不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对啊，就是咸奶馒头是最健康的啊，牛奶，可以，哎，那个馒头拿多了，每人一个，不拿了，走了，是。那不行啊。